好，大家好，早晨。食咗早餐未？未，唔使揾我，自己搞掂。哇！而家我聰明咗啦，個個都叫我請，得食。等阿俊哥嚟爆下佢啲玻璃先啲嘅，即要姗姗來遲。草哥早晨啊！我哋播音樂之前咧，其實都係想同大家講，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嘅音響嘅發燒友咧，係想擺一套音響出嚟咧，就好多時候咧就係有諗法，但就冇辦法，一個冇辦法將個問題解決。咁就係我哋嘅責任咧，就係將你哋嘅諗法係用我哋嘅辦法去幫大家能夠聽音樂，好嘛？咁啊，剩低時間交俾草哥咯。好，大家好，早晨。食咗早餐未？未，唔使揾我，自己搞掂。哇！而家我聰明咗啦，個個都叫我請得食。點啊？今日行咗過一段啊 ？OK 啊？唔啊，冇乜表情嘅。你行第一站過嚟呢度。係啊，真係啊！你聽你啊，你聽你講啊，講幾日要啊？啱啊！如果我富貴啲，就送玻璃 CD 俾你哋。可惜我唔夠富貴。遲啲先，當佢啲玻璃 CD 賣到100蚊隻，我就可以揾啲送俾你啦。而家唔係。好啦，大家頭先有冇聽過少少佢啲啊？冇。冇啊？未播。當然啦，我掛住講我啊！你冇講到喇叭咩？有，我所以冇俾佢聽啊，就聽我嗰陣。哦，都未出完水嘅，一個聽慣啲。这次呢，我们在复盛的这个展方呢，又见到了钱姐和大草，他们两个人是来自香港音响技术的嘉宾。我想讲一下，这么多年之后，依然能够看到钱姐和大草两个人共同登台，真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两个人是可以说，如果你熟悉音响技术的话，是很多年之前就开始在音响行业一起工作的老前辈了。我还记得当年我看过有一篇文章，很多年之前是大嫂和钱大姐一起去日本音响展，当时是随身的这个展，当时还有一张照片，年轻的钱姐还拿着一个很小的这个应该是 MD 这样的这个播放器进行聆听。这张照片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够见到这样一对 CP 活跃在音响舞台上，感觉真的是不错。
然后你用视频啊，你还能看得到现场，就是人气非常的爆棚。一场音响演示会，发烧友啊，把门都挤得可以说是水泄不通，根本没办法走进去。说句可能玩笑的话，人挤得都快怀孕了。这间展房呢，为什么人这么多呢？一个是因为大草的这种咱们说影响力，同时呢也必须说，就是大草的演示的确是现场感非常强的，你能看到那种强烈的互动，以及讲粤语的时候那种随性洒脱和那种热情。这间展房呢是富盛音响旗下的，你知道一个品牌叫 Vibrato， 这个品牌呢是2016年进入我们这个事业当中的。我还记得当时这个展房推出了一款这个叫 Model One 的这个功放，但是呢，实际上2016年出产这个 Vibrato Model One 呢，其实这件产品在6年之前，也就是2010年已经开始这个开始设计了，在开始在酝酿了。Vibrato 是来自刚才讲的这个富盛音响旗下的叫 NSR 文杰工作室。这个 NSR 和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如果你是摩托车发烧友的话，Honda 旗下的两冲程这个系列 NSR 不一样。那个 NSR 是刘德华主演这个烈火战车里面的这个Honda NSR PGM3 PGM4 的这个摩托车，两冲程的，这样。那么这个 NSR 呢是叫 Nature Sound Research， 简称叫 NSR， 简称叫文杰工作室，翻译成中文的话，他们的第一款作品呢就是当时的这个 Model One 合并机。当时我也听过，我也当时一听就惊为天人。没想到国产的这个品牌认真做，能够做得非常出色。那一款合并机我还记得是只有数码输入的，然后呢价格很贵，是要40000多块钱人民币，可以说当时是国产机王是毫不为过的。那一款功放输出大概是100瓦，好像是，对。那么这个功放的这个背后呢，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做得这么好，你能够看到实际上这个团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很关键，他就是在视频里面见到的这个峰哥。峰哥呢，他是一个满追求音响极致的人。首先他是一个在音响界营进多年的这个咱们说老音响人，所以他接触过非常多的音响器材。所以在当时呢，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人就成立了这个 NSR 之后呢，而且他们是分工成立不同的这个 team 的，比如说有做数码设计的这个 team， 有做这个模拟电子部分的 team， 有做扬声器的和外观设计的 team， 不一样的，所以分开来做，让不同的人，让合适人做合适的事情。从 Model 1到今天你们图片上看到的这个 Model 2，又用了3年时间。这次的 Model 2啊，比 Model 1可以说更来势汹汹。它的首先是价格从当年40000多一下子跳升现在的这个标价，我看到有130000一台。那么重量上呢也翻倍，从当年的这个30公斤到现在的63公斤。功率上当然也是从100瓦倍翻到200瓦。所以Model 2 应该来说是能够代表这个最新的就这个技术积累和这个研发的这个结果。在现场的这套系统啊都是 Vibrato 自己做的。也就是说你真的会很感动，说包括扬声器，包括它的这个数字转盘，包括它的这个功放，包括它的这个醇厚机，都是一套系列来自 Vibrato 的。而且你不管是看外观工艺，从设计这个 finishing，然后到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声音，你觉得都完成度非常的这个高，而且这个匹配性非常的这个强，所以你是非能够感受到这个 team 的这种热情和这种钻研的这种劲头的，是希望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的。现场用的呢是 UMDP 的这个前级 Vibrato 的 NDP 的这个前级，加上M900 的这个后级多台，然后还有那个它现在最新的这个最大的这款旗舰扬声器叫 S5半主动的，这个扬声器低音是应该是主动的，然后这个中高音呢在外接这个吉他的功放来推。这对 S5 呢是从就是你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扬声器是模块化设计的，从 S2 开始然后到 S3 到 S4， 现在是更大型的 S5， 那么就基本上是用有这个同轴的这个中高音，然后有这个低音，然后不同的这个型号就匹配不同的这个数量，那么再往越往上的话呢，就增加的这个低音单元就会越多。这对扬声器和这个功放在现场搭配出来的这个声音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是非常能够让人坐下来安安静静聆听的。
甚至我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听到外面这个 Fish and Fisher 大扬声器的开声，我可能认为，因为我在台湾音响展上听到 Fish and Fisher， 我觉得说，其实 Fisher Fisher 这个牌子用板岩和现在 Vibrato， 虽然两者用的这个材料不一样，但是从声音水平上来说，两者可以说不相中薄。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有趣的，就是我在他的这个场外啊，我看到了。一个小的组合，这是一个非常迷你的组合。这对 Klein 的小扬声器的价格呢，要22000块钱一对，也不便宜。然后呢，现场做出了一个就是咱们说叫套餐的这样一个搭配，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系统，用 Vibrato 自己的这个蓝牙 5.0 的音乐接收器，再加上 Vibrato 自己的这个 BA1 的蓝牙后级，接驳 Fish and Fisher 的这个 Klein 的扬声器，组成这样一套完整的这个系统。我是在。它是设置在走廊上的，所以我是从走廊上走过去的时候被它的这个声音吸引而停下脚步来去研究的。所以走廊上就这种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鸣放，你觉得说它别看它箱体很小，但是出来这个声音保真度非常的这个高，让人感觉是走过去好像就会被吸引住，一定会要听看一下，哎，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一个什么乾坤的东西，这么小能够鸣放出这么好的这个声音。所以 Vibrato 以及它相关的这个产品，我非常推荐各位发烧友继续关注，因为你每看他们每一个产品，都会觉得说他们做得非常的用心，做得非常的认真。